你多久才不再害怕？如果有一天你不害怕了，你还会爱上我吗？既然如此，就给他一点时间吧，就像他给你时间一样。有些人需要时间，而有些人需要距离。想你，每天都想你，想你的脸，想你的声音。关于你问我的那两个问题，我已经有答案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六点，未来一戏剧台，《妻不可失》。